由此可见，为免误入歧途、延误病情，不论是医疗还是保健，皆需辨明疾病之体伤位置。好，这里大概这一段，所以辨体伤位置重不重要，你们已经知道了，太重要了。因为辨出来之后，你对患者的施作方法是迥然有异的，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辨因师是生也是生在这里。好，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段。辨疾病体伤位置的诊疗方法，需按症状区别对待。状的体表组织受损，必属患处体伤所致，目视即可分辨。症的体伤位置，则他处、患处皆有可能。故真正要辨体伤位置，乃至病情轻重好坏的是症，而非状。通过按推病症相对应之原始痛点，若有改善，则此病症之体伤位置并不在患处，而是在他处。此他处是指原始痛点的位置，换言之，此病症是由他处体伤所致。若无改善，则此病症之体伤位置并不在他处，而是在患处。此患处是指症状的位置，换言之，此病症是由患处体伤所致。可见对于病症而言，是先有按推原始痛点的治疗，之后才有辨病症体伤位置的诊断，因此其过程既是治疗也是诊断。由于体力虚弱，病症可显示热能严重不足，且其多属患处体伤所致，并不适合以按推原始痛点作为诊疗手段。所以辨病症体伤位置的诊疗方法，首先需观察是否有体力虚弱病症，其次按推原始痛点后，是病症的不适感或功能紊乱是否依然如故。于此两者中，只要有一项是，即表示患处体伤是主因，处理上应以外内热源为主，按推患处为辅。这里应该都容易懂，这里因为没有什么修改，看得懂吧？好，那这里应该理上没什么问题啊。重点反而是在上一段，我认为上一段比这一段怎么样，是一个原则的治疗性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好，继续看下面。处理后若还有病症，可从他处体伤下手，即按推病症相对应之原始痛点。反之若两者皆否，即表示他处体伤是主因，处理上应以按推原始痛点为主，外热源为辅。好，这里很简单了。如果是患处体伤，虽然他有患处体伤，不代表他都没有怎么样他处体伤。有时候你温敷什么按推患处，起来他还是有哪里怪怪的，有没有？然后再从他处就解决了，所以这个我们也把它写上去，那他处体伤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好，这里就讲到这里，我们继续看下面。二，辨病症轻重好坏的诊疗方法。辨病症轻重好坏的诊疗方法是从果推因，即通过观察病症体力表现，推断体伤与热能不足之程度，以辨明病情之轻重好坏，决定按推与热源的治疗原则，从而达到疗愈疾病的目的。好，这里轻重症的分法你们应该都懂吧？懂的举手，我看一下。这里应该不要读了，太繁琐了。好，我们跳过。好，这里读一读。轻重症主因是体伤，表示热能不足，还未严重。处理上应以按推原始痛点为主，外热源为辅。研判轻重症的好转与恶化，首先观察是否有体力虚弱病症，其次观察病症是否更严重。于此两者中，只要有一项是，则属恶化。好，这里一样，如果说它是轻重症，主因是体伤的话，那这样是应该以什么为主？按推原始痛点为主，然后以什么为辅？外热源还是外内热源？外热源。好，
就是以重点在这一句。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下。反之，若二者皆否，则属持平或好转。轻重症患者如果病情恶化，是由于不正确医疗方法所致，则医者必须以症状作为诊疗对象，并且深入了解原始点医学，如此才能辨明病症之体伤位置及病情之轻重好坏，然后用诸善缘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以达到从因解症的目的。好，我这里哈、有就是最后写的就是要辨明病症之体伤位置，以病情之轻重好坏。但是我们有三大诊疗方法，还有一个辨治病所需时间及是否有效，但这里却不写第三个，为什么？很简单，到轻重症只要用这两个诊疗方法就已经绰绰有余，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他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后面会跟你们讲，因为后面在辨治病所需时间那里我就会提到。那这里先还是一样卖个关子，因为写的文章就是这样来，那直接就写上去。好，为什么要这样，我又这个文章就不可读了。好，所以让你们了解，哎，为什么我只有写这两个诊疗方法，你只要轻重症做不出来，你大概这样变一下，这两个诊疗方法大概就可以做得出来了。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下面。二，重病的分辨与治疗原则。一，疾病不论轻重，只要有热能严重不足的体力虚弱病症，即为重病。二，重病若又出现体力下滑，越来越弱，即表示热能严重耗损，显象已现，虽没有立即生死之余，但短期恐难以恢复。三，重病若已恶化到食不下，排便困难，暴瘦，高烧，腹泻，面无光泽，声音微弱，全身无力，身体水肿，气喘，呼吸困难，意识不清，胡言乱语，眼神呆滞涣散，昏迷不能表达等体力急速下降的病症，有多个同时出现且情况紧急，则表示热能即将耗尽，命危已现。重病主因是热能严重不足，处理上应以外内热源为主，按推患处为辅，处理后若还有病症，可从他处体伤下手，即按推病症相对应之原始痛点。不言而喻，治疗疾病的目的首先是保住生命，其次才是解除症状，而热能正是维持生命的主要因素。好，这里哈、很简单的，重病什么是最重要？热能，热能绝对是最重要。所以处理上是以什么为主？外内热源啊。那既然以外内热源提出来了，这个外内热源配合按推患处，它是要解决他处体伤还是患处体伤？还是他也可以解决他处也可以解决患处？还是他的目标就只有一个，就是解决患处啊？这里没有模拟空间哦，只有一个目标，这样写法就只有一个，重病就是要解决怎么样患处体伤，他处体伤你揉了就有效，这个 不用担心，但重点就在患处体伤。所以这种写法一看，所以你们以后在读的时候，那种感受应该会不一样，经过前面这样讲解下来啊。所以这里如果当然处理后还有病症，那可从他处体伤下手，那是另外。那所以重病重点还在于怎么样外内热源，还有按推患处，然后再来实际临床做的就是我们这一整套的，包括电热吹风机种种包扎了种种啊，这个就不细讲。好，这里应该容易懂，继续看下来。由于体伤表现在症状，热能反映在体力，故研判重病的好转与恶化，
观察体力虚弱病症远比其他症状更为重要，也就是经治疗后不论症状有无改善，如见体力渐渐充足则属好转，反之如见体力渐渐衰退则属恶化。重病患者如果已使用原始点所有方法仍无效甚至恶化，则此患处体伤所致之病症究竟是属体伤修复过程中的正常恶化现象，还是热源的使用无法直达患处体伤，亦或是已超过人体能够自我疗愈的范畴，可通过辨因施治三大诊疗方法加以研判。好，这里我们来看，这里重病如果使用原始点所有方法，所有方法包括按推原始痛点无效啦，那你再用内外热源啦，按推患处啦，配合保健各种方法也无效，哇，这个已经是我们的极限了。这时候如果出现了这样已经都碰壁的时候，你必须提出三个疑惑，这个现象到底是属修复体伤过程中的正常恶化现象，因为就像我说的，在推鼻子的时候它还是会肿胀痛流血，有没有从没有流血到流血，这个很显然就是恶化嘛，一看就是嘛，所以大家都怕了。所以为什么我说你们如果没有理解深哦，理解很透彻的时候，遇到第一个情况即便是第一种你们也缩手了，然后患者也不敢做了，然后大家就相安无事，以后各保平安，然后各自回家了，但是患者他的病不会好。那如果是属第一种你就应该要做啦，对不对？继续啊， 我已经讲了，这个是一个正常现象嘛，这个在重病处理我有把这一段话特别写进去，就是如果在推尤其推揉患处患处体伤有硬结肿块肿瘤这种东西都特别容易出血，然后也特别容易红肿胀痛，那这个过程中皆属正常现象，也就是属第一种。还有第二种状况，你所有方法都用了，还要考虑你虽然外热源也用了，但你没有用姜粉泥，你只有这样盖热源也没有直达进去，或是体内的腹部胀痛你也没有灌肠，也不能直达患处体伤。你看我这里写的都是直达患处体伤哦，而这个病一定是患处体伤哦，因为所有方法已经包括按推原始痛点无效，那不是患处体伤是什么，对吧？所以这个已经毫无疑问，我们面对的这个病再进一步分析，我们原始点真正做不出来的就是属于怎么样患处体伤，他处体伤早就克服了，这个根本不是我们重点，了解我的意思吗？而且连热源都很省着用，你们就知道这个病对我们不是挑战了。但真正的挑战是患处体伤的症状，这个是我们要挑战的。那这个是恰恰是医学中最最难的。那第一项，修复体伤过程中竟然会有恶化现象，这个我们在很多例子都看到了，比如雪崩的案例你们看过了吧？马来西亚的智力神经失调有没有看过？西医判定三四年就挂了，结果他一喝姜汤整个就晕倒了，有没有？然后中间吐血麻冷胀什么各种症状都出现，那经过一个月就修复好了，类似这样临床上却很常见，尤其在重病，所以遇到这样你第一个一定要考虑到这是不是第一种，那如果是第一种你就不用担心了，继续坚持。第二个你也要反思我的热源使用有没有不当，那之前当然没有讲的那么透的时候，大家外热源那么多内热源那么多，大家以为喝喝姜汤盖个红豆袋也能够把所有的大小病都解决，看来有一点看清了，尤其很多腹水因此而怎么样失之交臂了，我们就没办法救起来。那今天你们在念的一个鼻咽癌是吗？那个就是用姜粉直达患处体伤的概念啦。那我们看很多白内障看不清的有没有，也是直接洗眼睛啊，要不然你按推
温敷头部那是好不了的，那个不知道旷日费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好。好，那这个是第一种。第二个，有没有直达患处体香的概念，也一定要自己要反思了。然后在热源的，甚至再进一步的，你要让热源直达患处体香，还要注意怎么样整个细节，你有没有配合安推，重不重要？重要。你虽然到了体香位置了，但你不安推，就像我这个已经摸了半年了，也都有到直达体香位置，我一直摸没有掉下来啊，最后戳它揉它按它，哎，它才开始改变，那就还要有怎么样直达患处体香，还隐含着一个含义，就是你有没有配合按推患处，还有没有配合保鲜膜，有没有电热吹风机，还有用其他外热炎加强，这个都是一个概念。甚至到重病处理的时候，也可以使温敷增强为热敷，有没有？上次我在外热炎重病处理已经跟各位讲过了，我在这里就不再谈。好，那这个就是有没有直达患处体香，事实上它已经引发的一系列的概念出来了，也就是这些做法你有没有做得彻底。好，这是第二种状况。第三种状况，确实你这样所有的做法确实是恶化，那也没办法，已经你观察，如果是慢性病，观察它半年一点改善也没有，那真的可能是已经超出我们的极限了。我这个我在后面有讲，这个是属于难治之病。好，那就是难治之病，简单的讲就是已经超出人体能够自我疗愈的范畴，只有这三种。那我们如何来判断到底属哪一种？我们可以用三大诊疗方法。你看前面轻重症我只用怎么样两大诊疗方法，到这里我就要用到第三诊疗方法。为什么我要用到第三诊疗？因为有没有效还要看时间啦。你用所有的方法时间比如说他这个多久会好，有些要半年才会好，有些几个月又会好，然后他没有好，就知道你的处理有问题了吧，对不对？所以要不要用到第三个诊疗方法？一定要，这三种一定都要同时用，那这样你就可以加以判断了。好，那判断出来如果属于前两项，那就好办事了，继续用原始点，继续坚持。那如果当然要修正一下，就是你的热源有没有这些细节都注意到，我刚刚讲的直达患处体相配合各种方法，然后面面俱到下。好，那如果属于前两者就是这样做没有问题。那如果是属于第三项，那就是原始点的极限，那极限了该怎么办？就送给人家咯。这时候从因不能解症，就应该考虑怎么样从果解症。我们必须要老实讲，从因解症也有它的极限。比如说我们看一个脑震荡后遗症，有没有他经过半年手还是右手还是没办法、啊、开完刀之后有没有，那我们调理也是没有办法，一点改善也没有，这个就是难治之病。那如果遇到这样，我们就要评估了，这个从果解症有没有办法，如果有就交给西医去，如果没有呢，要不要交，要不要告诉西医？如果没有，你评估起来这个病，比如说像中风那个手已经萎缩了，你去西医那里他能够帮他吗？也不可能。这时候要不要鼓励他去？当然不可以，因为医学就是医学，就是严谨的，真理就是真理，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如果西医不行，我们也不要讲客套话，哎呀我们不行，要不然你要去哪里都可以，你也可以帮他评估一下啊，这个是西医，可能他们热人也没有，可能也没办法，但是你自己如果我这样分析，那最好的方法怎么办？如果他问你，你就可以进一步讲，那最好的方法就是如果他们也不行我们也不行，那你就不要忙了，继续用原始点，能好就好，不能好就甘心情愿的走吧，就这样。要让患者有这样的，因为他这样不用受伤害啊。好，其实到这里很艰巨的，因为我知道很多在第一线做的时候，到所有方法都没效的时候，
他会慌，然后怕人家告，然后就说啊，要不然你去西医看看啊，去了当天就挂了。我也听到这样的案例哦，是真的啊。然后如果我听他的病情，一听完之后，我就觉得这个不应该去，啊，不应该去，我们又叫人家去，我们只是因为担心我们受累了，受牵连了，然后就讲出言不由衷的话，那这个还是要负因果的。所以我认为这里是修行道场，讲话是绝对怎么样，要真，真，唯有真才是真正对得起自己。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是要勇于评估。那评估了，把答案给患者知道，很明确的给他知道。然后，如果他还要去，那就 OK， 因为你已经讲出来，你心安理得。但是你绝对不能讲唯心之论，就是不该去的，你也讲啊，要不然去砍一砍，砍掉了不见就好了。重话是千万不能讲的，好，类似这样。所以我才说，这里我也思考在用词遣句上，我认为这个是一个面对自己的挑战。然后在这么困境下，我们还能不能坚守我们的立场，讲真话，讲真话的立场。但是有时候讲真话，有时候如果你不转念了，很多医疗法还要罚你啊。所以你一定要以智慧来讲。好，如果这样他没有热人会不会好，你自己评估一下，我看是比较悲观，那你自己去选择。你可以讲出你的道理来。好，所以这里的重病我们是要通过怎么样，因为他病情已经复杂了，我们要通过三大诊疗方法。到轻重症要不要三大诊疗方法？不用，这也是这两者的，如果你认真读下来，哎，也可以看出我的用词好像不大一样。好，我们继续看下面。若属前两者，可用原始点继续处理，但需善用热源，使其直达患处体伤。若属后者，需审慎评估虫果处理是否有效，若有交由西医治疗，若否最好安于现状。但如果其恶化原因是由于不正确生活习惯造成，则患者必须反省检讨，通过适当运动、充分休息及良好心态，并加强温热性饮食、温敷及按推患处，以改善热能不足，增强体力，间接疗愈患处体伤所致之病症。此外，不仅要按推原始痛点，以解除他处体伤所致之病症，还要尽量避免侵入性治疗及任何寒凉性药食，包括各种点滴，如葡萄糖、食盐水、白蛋白、抗生素、利尿剂。唯有如此，才能转危为安，重获健康。三、生死存亡的分辨与治疗原则。病症若出现喘息、抬肩，久久才急促呼吸一次，则说明热能耗尽，体力衰竭，大限已至。处理原则绝对要避免徒增患者痛苦的抢救，如压胸、CPR、电极、气切、插鼻胃管、插导尿管，以及无谓的治疗，包括任何寒凉性药食乃至各种点滴，如葡萄糖、食盐水、白蛋白、抗生素、利尿剂，亦不可喂食温热性药食及按推原始点。此时只可温敷，让患者保持神志清明安详而逝。如果还能根据患者的信仰或习性善加开导，使其放下尘世所有执着，则是临终一大助缘。其实当患者在医院已经到命危的时候，医生说叫你说哎呀，我们打一个营养剂啊，或补白蛋白补充，一般家属都会怎么样？只几乎百分百同意，百分百哦，连99.9%我都不相信。为什么？
在那种环境下，如果我不用，我好像愧对了他，愧对了亲人。那但是你不知道，也许你这一片对家人的爱，反而是加重，让他在走的时候走得更不平静了。所以在理智上，还是要勇于决断啦。我是觉得这样。那我们说原始点最大的就是要善用医疗保健资源，然后要避开怎么样伤身治病之言，有没有？简单讲就是要断恶修善，即便到死的时候，你能不能坚持断恶修善？所以我说，它既是一个治病法门，也是一个怎么样修行法门啊，也都在在那个境界都在考验着我们的心理的起心动念啊，这不容易。我认为境界来考验你会不会随波逐流，随着世俗的这些习惯来做，然后你要逆移这些，你敢不敢？这个我就不说了。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到了这个境界，我只能把理说透，但是你们看着办。好，我们继续来看最后一个。三，辨治病所需时间及是否有效的诊疗方法。辨治病所需时间及是否有效的诊疗方法，是通过观察症状，按推原始痛点、外内热源，按推患处及其他保健方法，以研判治病所需时间及是否有效，从而达到疗愈疾病的目的。好，这一句我想了非常久才写下来的，非常难写，但是你们念得非常快速。为什么难在这里？它既是一个诊断，也是一个治疗。那它是通过什么来诊断？它是很简单，治病所需时间有没有？及是否有效？它难是通过治病的过程中来判断，这才是重点。那治病呢？你一般治病的所有方法，你都要试。确定他是不是他处体相或患处体相，你需要按推原始痛点，对吧？那你通过外内热源，你只要外内热源拿出来的时候，你就已经确定了他是按推无效的，对不对？所以才要通过外内热源，还要通过按推患处，哇，那你就已经知道这一条重点在哪里了。重点在哪里？怎么不敢大声呢？对，已经隐约指着这个病，因为他处体相我们大部分都容易变嘛，前两项大概变一变，因为前两项我说的状不用变嘛，真正属他处体相患处体相的真正要变或病情的轻重好坏要变的是什么？变病症而非变状，对吧？是不是这样？但这里不止变症，它还变状，有没有？而且他又透过了外内热源，还有按推患处，已经很明显的，他是借由怎么样？借由处理热能不足，也就是他应该是确定这个是患处体伤，然后这种患处体伤，你才会我说原始点做不出来的，他处体伤就是按的都有效，那个就是一定做得出来，那个不用讲。真正做不出来的是在哪里？患处体伤。所以他偏移怎么样治病？治病所需时间，然后他的过程中在诊断也是通过这些我们所有，因为我们原始点现在的治疗方法已经都到了非常细腻跟极致。如果这样都观察不出来，那这个就已经超出医学的极限了。就像我当时候在辨病症体相位置，因为我知道它是大开关，如果我连我按了大开关都无效。其他的针灸开关什么穴位一样都没效，这个我敢讲。所以也因为这样，所以原始点它可以因为按推原始痛点可以变出他处体相以患处体相，然后才奠定了我们后来的诊疗整个体系。同样我们已经把内外热源讲到淋漓尽致了，而且应用到纯熟的阶段了，这样如果还没有效，那真的就无效。所以他是通过治疗然后来观察，
你不可能没有治疗你就知道有没有效。比如当然有一些你还是要看，还有问，还有做，你才比如说有一次你们还记得吧，有一个妇女几个肌瘤，我来的时候那肚子已经很大，尿不出来，有没有？我摸一摸，然后他就很痛，很胀痛，然后又尿不出来，这时候怎么办？送医啊，就是去啊。应该如果现在我们已经会导尿了，就不用去了，我们自己把它导尿出来就好了。我的意思是，指着这个来的时候，我要不要摸？我不只看了、啊，我也稍微按一下，他就受不了了。我轻轻按，他就受不了。那你怎么做？你又只有涂光热源，也拿他没办法。然后又胀到那么紧急，那这时候怎么办？导尿嘛，从国解症嘛，是不是这样？所以这里通过所有的治疗方法，外内热源，还有包括、什么灌肠啊，什么。什么该用的都用，都还没有效，那就确定这个病属于难治之病。好，我的意思是这样。那所以在通过这些治疗方法，包括外内热源，还有按推换什么，当你拿出来的时候，就已经确定这个病不是他处体相的病了，这个是属于什么？患处体相。所以重点在患处体相。所以到重病的时候，你看我们要处理的是什么呀？为什么要三大诊疗方法一定要它不可？因为它可以观察时间有没有有没有半年那这个慢性病是不是正常的程序这个可以从我们的经验就可以判断出来。但前两项没有这样，而且也没有着重在外内热源还有按推患处，它只有通过什么观察症状还有按推原始痛点就可以判断，前两项是这样，但是到这里就不一样。所以这里已经有一点着重在怎么样治疗怎么样患处体相它跟，所以我才一开头的时候你还记得吗？我们一开始的三大诊疗方法，一个变最后是前两项偏重于变因，后一项偏重于施治，而施治的部分，施治在哪里？又着重在怎么样？患处体相。真正的，你从这一段如果能够理解到这一个含义，你们已经太厉害了。因为我想了这么久才写出来，你们能够这样一念过，也知道我在想什么，那就太厉害了。但我这样从头一直讲，你们已经可以隐约的知道这一条绝非他处体相，这一条已经偏重于怎么样？患处体相了。好，这没有问题哈。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